在菜园里呢，弄点盐絮跟那个大蒜。今天我要炒盐絮跟大蒜了。现在冬天也就是吃这些菜的时候。剥了一层蒜。剥掉一层，好洗一洗。现在我们清一下，清一下就好了。我们先整理一下，等下大蒜头先炒。大蒜头不容易那个炒熟，一点辣椒一起炒，好多啊。放些盐，好了一点。好啦，现在把它捞出来。我们现在先把辣椒炒一下，油不怎么烫的时候。大蒜头先炒，放上盐去，跟大蒜叶子，盐就可以了。刚才已经放了一点了。多放一点，多放一点。加点汤。起锅了。好吃，还加一碗饭。